小主人建公所为落实公益校正，由下而上推动技艺传承，促进地方的繁荣。特别在青少年活动中心前广场设立公益假日市集，现场聚集了近60个摊位，包含陶艺、琉璃、草编各式的公益体验，还有地方特产、伴手礼、美食等等。我们是示范哈，以一个月，那每一个礼拜的礼拜六哦，都在我们青少年活动中心。那从上午到下午哈，那大家呢都可以来体验公益，以及呢我们这边呢也蛮多的啊特产、农特产品的展出，以及美食区啊等等啊，希望呢啊让这个市集呢能够啊更多的一个业态，让它更热闹哈啊，大家呢对于啊，工艺方面，啊是讲要食一寡美食，吼，啊是买一寡咱只农特产品或者特产，拢用来到我们的假日市集，吼，欢迎大家啦，吼，啊嘛感谢这多的啊摊位，大家热烈的参与。参与假日市集的摊商都感谢镇公所用心，希望能够带动草屯的观光进步，大家更认识草屯之美。我们草屯有很多很有特色的街头艺人啊，或是草屯其实有很多很有创意、很有想法的青年呢，他们其实手都很巧，可以做一些有关像稻草啊、编织类的很多手工艺品。那我们在地有很多特色的小吃啊，像是麻吉啊之类的。我觉得如果镇长推动这方面的话，可以带动我们草屯的观光进步，然后让大家更认识我们草屯特有的文化特色。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棒的，那欢迎大家假日一起来玩哦。很高兴草屯镇公所有这个机会哈，在这边开公益市集。那我们的小提琴制作团队叫小提琴学校，我们现在在草屯的智达会馆，啊，就是手工所的 OTR 那地方做小提琴的制作套装。希望透过持续的制作的装，自己亲手做出自己的小提琴，加上自己亲手彩绘上漆。让大家能够做给自己最亲爱的人一把很好的小提琴。民众都觉得假日市集很好玩，还能亲子同乐，希望乡亲一起参与。嗨，我们觉得这里很酷，就是刚刚路过，可是下来就觉得哦，好多东西可以逛可以玩哦。对啊，欢迎你，很好玩哦，大家快来。这边很多摊位可以去参观，然后很多摊位都是亲子共乐，很有建设性。哦，我就觉得很不错，对，啊，就是觉得希望大家可以草屯的乡亲朋友可以常常过来这边一起参与这样子。公益假日市集每周六上午9点至下午5点，初期试办一个月，如反应不错，将会持续办理下去，欢迎大家来时体验购物。